再见。我们已经把他们困在寺庙里了，我们应该现在出击。通常事情没有表面那么简单，泰兰达，我的儿子跟我说过，这是一个神圣的场所。那我们更有理由除掉他们。他们守在以逸待劳之处，我才不会上他们的当。我们要引他们出来。你在浪费宝贵的时间。你们三个就是我的耳目，散开，准备好防御据点。一项考验对耐心的试炼，那头狼的表现会像个鲁莽的战士还是明智之君呢？你好啊，凡事小心。这块领地是我们的，把你吹来的，让他们为每一寸都付出代价。阿沙菲拉，差不多准备好了，继续努力。这块领地是我们的，让他们为每一寸都付出代价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你好啊！在浪费时间，我们应该前进杀敌。有点耐心，泰兰达。准备好防御据点，他们迟早要出来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这块领地是我们的，让他们为每一寸都付出代价。别冒进，等他们先失手犯错。瓦里安，你太猜疑多虑了，如果想带领联盟就必须当机立断。有点耐心，泰兰达，我们会胜利的，但不会在做好准备前就冒进。别冒进，等他们先失手犯错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把所有能用的都用上，让他们无处可逃。我离得太远了。Snow Dow Diab， 别冒进。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他们先失手犯错。Snow Ala， 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太远了。啊！我们为什么不一拥而上？我不会随便牺牲联盟人民的性命，用鲜血换来的必定要全面胜利。我的法力太低了。
别冒进，让他们先失手犯错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把所有能用的都用上，让他们无处可逃。法力不足，他们来了，躲在防御工事后面。联盟的走狗牙都被拔光了吗？过来数一数啊，懦夫。这里又没有军队，只有一些英雄挡在你跟暴风城国王中间，你怕了吗？把蛮兵们都带上来，攻击！酋长，我们的胜利之日，而且没有留下一滴血到这片神圣之地。若是按照当初我造进求胜的方式迎敌，许多人会因而丧失生命。以前的我也会这么做，但这么多年来我终于学乖了。我已经中过太多次卡尔洛斯的诡计了，从今天起，战况将由我们来主导。凯兰达，可能我不是个政治家，但是我是个战士，我知道我们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。我们必须要团结努力，你得相信我，相信我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。只要同心协力，我们绝不可能落败。我现在了解了，我们的军力由您来发号施令，陛下。愿此为打响未来胜利的第一战。剑是战士杀敌的武器，但国王真正的武器是耐心。今日已胜，但更多艰困的试炼在前方等着。暴风王国重生了，再见。洛克塔尔，力量。
我要先找到目标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需要目标。